你看有一个北京小吃，嗯，叫卤煮火烧，有人爱吃，嗯，就是猪大肠嘛，是也有小肠的，对，反正是猪肠子，是猪肠子，有爱吃有不爱吃的，因为它原来是装辣子的，说白了就这么回事，可不呗啊，炖吊子，啊，那都是那玩意儿，对吧？嗯，九转大肠，是的，红烧大肠，是这个大肠，原来是装那个的，嗯，洗干净了你就吃。哦，你那饭盒装完那个，刷干净了盛上饭你也不吃。哎，你琢磨有点道理哈。你想去吧。啊，